大家知道我在哪里吗？那我是 Lester 了哈。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南马了哈，我们是在州后，我们是在 City and Cycle and Carriage 州后马路啊哈。这个是我们 City Gardening 的这个策划人 Ricky。OK， 来，那今天呢，开始呢就已经是有这一个 City Gardening Special Edition Plant Packing 州后。那今天开始，明天还有后天呢，我们会在这个 City。Carriage Johor Bahru 呢，做这一个植物展了啊、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南马一带的朋友记得来这一个City and Gardening Special Edition 2，在这一个 Carriage Johor 啊、哦，那所以在Bahru旁边 Mercedes showroom。OK， 总之呢，就是 Mercedes 的 showroom 就可以了哈、哦。事不宜迟，我们跟我来看看这一个好。那来这个 Cycle and Carriage 的主要还是根据这个 SOP 了哈，首先就会有这一个 sanitizer 还有这个check in 了哈。那之后呢，我们就会跟大家逐一介绍呢他们的这一个window 还有这个小乐的这个植物的情况了哈。对了，好，那首先进门口第一档就是有这一个。Blendy Gorgeous 的这个小乐了哈，他这一次带来了一些的这一些 Philodendron， 还有这一些的Carocasia， OK， so 也有一些的这个Pot Mix 泥土的掺杂，还有这些 Pot， OK， 这个就是他的小乐 IU 了哈， OK， so 接下来呢我们这里还有这一些的秋海棠北国念 ，OK， 这个北国念，所以北国念这里有很多的品种 ，OK， so 有这个 White Ice， 还有这个富士山，然后秋春雨都有了哈。那在这一个Brandy Gorgeous 的前面呢，就会有这些Aquarium 的，就好像缸里面的这些植物了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都是生的植物，还有一些水。琴的水根的植物，只是说了哈，这个是好，这个就是他们的档口了。好，OK， 那只说呢，它有一些很 cute 的这些盆栽，可以放在办公室里面。好，这一个就是Cycle and Carriage 的里面了哈。所以这个是 Mercedes showroom， 就会看到有一些的汽车、房车、豪车摆放在这里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是 Shamrock，OK，Shamrock 这次呢也是有来参展的哈，他带来了花盆啊，还有一些的这个 Shamrock 的 organic fertilizer， 还有这个他的 pot mix， 还有他的这个 pit spare，OK，、okay? 这还有一些的工具了哈，这个是 Shamrock 的这个柜台。好，来到这里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哥本百。Rafa 了哈，哥本百 Rafa，OK， 这哥本百 Rafa 呢，他拿了很多的这一些的，有黄锦的这些植物啊，零有发叶啊都有了哈，可以看到了哈，还有一些的白桂啊，哦，很多的这些 Philodendron， 还有这些 variegated 的 Philodendron。OK， 这个很少见的，这个是 Monstella Min 啊哈。来，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反应啊哈，非常的好啊哈，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好，好，这一个呢，接下来我们有这个 Tropical Land Agro 啊哈。所以他带了这个就是他老板娘了哈，小孩 ，OK， 所以他带了一些的 pot， 还有一些 pit moss， 就是 pot mix 啊哈，也有这些的肥料 ，OK， 也有肥料，还有很多的这些植物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蜜蜂糖，这一次呢，告诉大家呢，价格呢大大的这个下降了哈，大家来可以看一下，都非常的便宜，也不贵了 ，OK。这些植物很贵，然后很贵，还贵呢。好，接下来有这一个 Violet Garden， 看一下也是很多的这个曼绿的。
好，江歌岸呢，哈，这一次呢有这个江歌岸，江歌的融入呢，它带来了很多的这个鹿角蕨了哈，很多的蕨类，如果你喜欢蕨类的话，一定要来这个江歌岸了哈。非常多的这个品种，我们来看一下。好，也有很多的这一个这个叫什么鸟？中文那什么鸟？中文我想不起来耶，现在。OK，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些。好。OK， 我们还有这个 One Garden Nursery 了哈，也有这一些植物，它都有。这边有个专卖 cactus 的这个仙人掌，对，250啊，装。好，那我们也有这个孙俪了哈，孙俪这次带很多的这个大颗的这些很美的这个菲洛丁正来了哈，也有看到白景的这一个飞碟 ，OK。也有这个白龟了哈 ，OK， 白龟，嗨，记得哈，如果要买大叶的话，来孙俪了哈，孙俪，好，这里也有这些竹芋，然后很多的这些竹芋也有，那我们也有这一个 Cactus by Nora Fala 了哈，就是专卖这个仙人掌的哈。好，好，这里有个 A plan 的这个专柜了 ，OK， 所以 City Garden 里面的这个选择很多了哈，什么植物都有了哈 ，OK， 这里也有多肉的这个专柜 ，Cactus Boy Nursery。可以的话哦，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多肉，如果你喜欢多肉的话，记得找他们哦。也有萨拿林，萨拿林是来自吉隆坡的这个小乐，对啊，带来了这一些的植物。OK，OK，Not just a plant，OK，他这次也带了一些的这一个许多点缀 ，OK， 还有一些的。来看一下，也有这些。如果你喜欢 A plan 的话，记得来这里了、哦、也是很多的这个选择，价格呢也非常的优惠。好，这个是Tourism Johor的负责人。好，这就是City Gardening 的这个情况了。好。这个就是宝宝妹了，所以这一个的影院呢，基本上是所有的展台都在这里。那今天是星期五呢，是非常的热闹了哈。星期六、星期天呢，大家把握机会来了哈。好。好了，这个是就是我的 Lester 了哈。那我就是在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的讲解这一个会场的这一个情况。那来临呢，我们都会有这个 Plant Sales 的直播啊，还有接下来又City Gardening 的直播都有了哈。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这个 City Gardening Special Edition， 在 Johor Bahru 的在这个Cycle and Carriage 的这个 showroom 了哈。好。那今天的这个简单的这个 video 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